由郑恺、杨子姗主演的《好久不见》将于3月26号登陆东方卫视黄金剧场。3月13号，电视剧《好久不见》在上海举行开播发布会。当天，编剧王婉平、导演金烨携主演张国立、郑恺、江山、田雷、房森、高晓飞、刘丽等一同亮相。剧中张国立老师和妻子江山之间时时爆发矛盾，还好有儿子郑恺的及时调解，现场一家人的互动也是特别的温馨有爱。一看这个颜值就知道了啊，这家人这个不差啊。对，主要像妈妈。对，现在像妈。对，但是这部戏里呢，他在老吵，老吵架，那我呢就肯定这个帮妈多一点。帮着妈妈，对，他还是比较像是妈妈的。发布会上还曝光了三位主演数十年前的旧照片，郑恺大学时代一样的青春帅气，张国立老师多年前也是一位超级足球迷哦，一起来听听他的青春往事吧。这是刚进校，这开始挣钱了，这开始拍戏了，拍戏了，我妈就跟我说要多吃鸡蛋，每天要必须得吃两个鸡蛋。这什么？中国明星足球队后左后卫24号。哦，踢进过去一个球。作为后卫踢进去很不容易。对，有一次跑着跑着，突然觉得怎么地面起来了，原来是我趴地了，踢晕了啊！怎么地面翻起来了？咣叽，这感觉撞到我了，结果是我趴地，当时就撞了。